好香哦。哇，空空的哈、哦。对啊，因为报道之后，他就是很多香客都会来吃啊，所以变成仓库量的话就会不足。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共享盛举啊。上次透过新闻报道。好像是也有游览车团哦，都会来这边嘛、啊，朝圣啊，之后大家可以来这边啊。你吃了这个假泡米包在一口，然后你还个愿，哎、欸，这个也是很棒的啊。嗯哼，假日吼，一天咧泡米咧食拢差不多1000-1500外，哇，这个卡刀安尼啦。啊，今麦也无够样啦。无够，阮拢总是吼，咱庙方咧全咧对这个点样收吼。啊，提出来啊，甲保管出来啊，来买安尼才有法度。啊，会当啊尽量吼，啊会当啊麻烦这些善心人士，拿来参拜八公啊，吼啊甲前啊公，会当啊保佑身体，让因大家当啊咧健康。啊来会当啊加捐一寡，吼大家会当啊咧，安尼拢补一下财库，啊会当啊咧得一个，安尼身体健康。就是吼，大家来拜拜神吼、哦，享受迄福气，当讲啊煎泡面补财库吼，啊吃泡面的天福寿。好，大家安尼较会用转来拜拜了，转大家合家平安顺事，啊事业会当顺利，安尼这嘛是阮的宗旨，啊嘛是希望将爱跟善循环啊，拥抱这个世界。